你说一下今天是来干嘛的？今天是带我的艺人来拍照。你的艺人是？介绍一下。就是他，对，他艺名叫粪蛋，真名叫粪蛋，艺名叫粪蛋。你见他出来之前有没有为他做一些打扮呀、什么？没有。看他，很乖。他其实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他会到处走，都是看，去然后去熟悉的地方。是会经常去抓他，因为他会到处乱跑。还行吧，他不怎么看镜头。好困。你再点评一下他今天的表现吧。非常棒，虽然后面有点困了。你觉得你拍杂志跟他拍杂志谁更优秀一点？那当然是我更优秀一点。你大点声。当然是我更优秀一点。